掉下来的话也是绿色。像我们有些台湾的话就是枯萎了，变黄变棕了，它才会掉下来。不过它银杏很奇怪，还没有变黄，它就掉给你看，好吧？像这样子，还不到黄，就是绿绿的，浅浅的，就从那个什么东国所有的大区。旁边有一个小公园，这里往南山塔走，东国大学首尔学校，我也可以直接上去，就怕到里面之后才不出来，要多走一遍，所以我还是乖乖的走吧。继续往这个方向走，很像韩屋的点心屋，感觉还不错。我们那个是厕所，索尔塔3公里，酒杯。刚刚没有乱走，不然因为这样子就被你挡住，不让你进去。看到一只肥猫，动作敏捷的肥猫。肥猫的头很像长了一个瘤，是受伤。是很好看。他们也有那个，应该是桃子。梅子，说错了，看起来像梅子的东西，至于是不是梅子我就不知道了。可是这一根好像看起来不像梅子的枝条，还是水蜜桃呢？整个树都一堆，
有人在喂养。南山塔为什么要两只呢？还很小，还是生的。现在这边是个小公园，如果走错的话，南山塔1650，现在刚走一半，再继续坚持一下。那边就继续绕一圈，过，但好像可需要往这边去接到另外一条往南山公园的路道，啊，你就会在那边一直绕圈圈。
听说头。1200公尺，走了1/3，现在是6:20，希望到上面的时候太阳还没下山，刚好照个日落的南山塔。上次是日出，其实应该是中午，然后早早就下来，这次希望能傍晚的那一种绿，看看够不够美。近在咫尺，末世就只有500公尺。这里既然有显台，整个树下面都是现代，所以要作为新花园的话，这里也是可以捡一些材料。还铺这种麻袋做的步道，麻绳做的步道，是真的很舒服。新的、旧的，都很好用。
600公尺说它。乐天市集，我是从那边走过来的。近在咫尺，直播很狗，值不值得？一定值得。往这边走，但我更喜欢健康一点。
挑战性一点。竟然看个大六，没想到现在竟然能够看到红色的枫树，真是非常的开心。而且重点是你看到它上面的种子就快掉下来的感觉。中央日报社，上次是往那一边过来的，今天是往另外一边。之前有那两个圈圈吗？感觉好像是在维修的感觉。
到了十分钟，所以刚刚现在是我的手表是5:57，那这边应该是6:57。这边大概要8:00左右吧，才会天黑。预计8:00才会下山。哦，这个又出现那个钥匙。机壳也有人数，这个数。连锅碗瓢盆都有，现在手机套、手机锅碗瓢盆。现在不开放让人家上去。Thank you.